二位贵客，此处不便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阿叶是三日前回来的，我们不知道。客人，您这是？哎呦，哎呀，好疼，好疼啊！大王，我的天哪！这老太太吓人归吓人，说起来，师姐，抱歉，让你担心。虽然我大唐，但是，虽然青丘和出身大唐，更何况涂山叶。喂，师姐，虽然你说的是很好，他过去倒不如说，他有这样的可是一招，有了因为自明明真真。等一下，这是不是就是九印婆婆说的那个相思草了？啊，真是的。要不然九印婆婆，明月。你们身上的伤，还有小月族长，他算什么？云月，九印婆婆，我们把。真是睡了个好觉。要去他们大典的。行了，箭在弦上，咱们小心些行事就是了。哟吼，我又来了。呆子，看这边。我又来了，呆子。Thank you.
终于到了，好在这一路有惊无险。前面就是天湖大典会场了。哟吼，我又来了。奇怪，居然一个人都没过来，都进去参加典礼了。各位，千师姐，这些狐妖们的情绪，坚持下去，成为强者。呸！要是撑不过去，糟糕，似乎。这大概是师父讲过的情。喂，所以正因我们上。哟吼，我又来了。退散！
受真正的力量。妖气退散。